巴巴巴巴巴娜娜。刚刚做完核酸，然后现在去打报告。昨天的新发色，还不错，显白。Hello， 大家，好久不见。然后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时隔一年，现在要回美国上最后一学期的课。我现在是早上的7:49，遇到了早高峰，所以要需要一个多小时才到机场。我今天先飞香港，然后飞4小时，然后再飞 Boston。我的行李，满满的后备箱都是。一会儿见。在开车的好吗？在打包行李，因为超重了，巨沉。现在到香港了，现在准备去转机，看一看这儿有什么商场，准备消磨一下时间，还有2小时。都关门了，喵喵。现在要去酒，好细的面。前面那个红色的楼就是我们的学校了。天哪，好不真实啊。Berkeley， 早上好，今天准备去囤一点东西，然后再去学校做一个核酸。我去买一个吹风机，因为没有吹风机，所以我现在头发都是湿的啊。一会儿见吧，拜拜。天气好好呀，这个上面的云都折射到这个玻璃上了，可以可以。到学校啦，久违的150，对面的 Starbucks 倒闭了，一年没见它已经倒闭了，耶、yeah。
刚拿出我的学生卡的时候，发现自己三年前真的好嫩呀，岁月今时已经不是往时了，感慨一下。刚刚做完核酸，人有点多，然后刚才做核酸的时候是我自己用那个棉签捅自己的鼻子，哇，真的爽呆了。我现在准备去另外一个学习楼921。结果出来了，非常的快 ，negative 阴性，也、yeah, 可以正常上学啦。现在准备去 H Mart 买一些生活用品。Pass River MIT 麻省理工。Smart， 买了一个直发棒，还有吹风机，还有厕纸。从外面回来，然后换了一身衣服，才发现我从头到脚发色一样，颜色一样，好配啊。Hello， 大家，刚刚叫阿姨过来收拾，然后我现在准备休息一会儿，因为太困了。我的时差有反应了。大功告成了，然后这个是鸡翅，然后排骨汤，还有生菜，还有鸡蛋，然后准备吃完了以后我就睡了，太困了。晚安，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5:58。然后外面的灯还亮着，我3点就起了，然后现在准备出去跑个步，已经整装待发了，然后现在准备出去跑步，晨跑。Good morning， 小鸭子们，准备从这儿开始跑。我都上岸了，可以。你们也要跑吗？阳光已经出来了。
咖啡。门上的这个时间表，他们是7点开门，然后现在是6:53，还有7分钟，所以我在门口等一下。大家，我现在已经在琴房里了。然后刚才我们上的那节课是 The Music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Caribbean， 就是讲的是加勒比还有周围的一些群岛上面的一些音乐文化，还有他们当地的一些先驱对音乐文化的一些贡献。然后刚上课点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刚回到 Berkeley 的第一年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非常新鲜但又那么的熟悉，非常好。今天是第一天，然后我现在呢准备在琴房里练会儿琴，刚才去买了一个 pink drink， 我已经想念了一年了，然后现在终于喝到它了。Hello 大家，现在是早上的7点，我现在又来晨跑了，打卡晨跑的第二天，耶、yeah。Good morning， 小松鼠。早起的松鼠有坚果吃，可爱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觉得它是刚学会这个系统，所以它现在有点掌握不了这个平衡。加油！直接剪葱到里面，可以。在上网课。Yeah, actually, I'm gonna sign at week 5, so it's not really quite an intern. Action of the president, which you know the viewer hasn't seen before, and also any. Yes, yes. My name is Hao Ren Duo. I'm from Beijing, China. And that's basically where I'm.Thank you.
是大厨的一天，做的红烧肉，还有西兰花，还有依旧是我最爱的鸡翅，可乐鸡翅，耶、yeah. ！Hello， 大家，这一期的 vlog 呢，到这里可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下一周呢，还是会记录我上学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吧。这一周总的来说是比较充实，然后比较新鲜，比较快乐的一周。那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